刚那个脸有点宽，要修饰一下脸型。四川女娃子就是漂亮，谢谢哈，谢谢，thank you。谢谢点，我们把那个再点一下，都快2万了，thank you。他们那些10万、100万的，一下子点到，一步一步升到满级，升级打怪的感觉。我真的发现，我今天发现就是好多长得好看的，为什么唱歌都跑调？当然我没有说我自己，因为我不跑调，我唱歌还挺不错的。谢谢小星星。对，我发现长得好看的好多都跑调，但是我没有其他意思啊，我就是发现就是嘴巴要大一点点的，或者是矮一点点的，他真的唱歌特别好听。你们信吗？有什么好不信的？是事实啊！我的粉丝好多都是歌迷。给我开，他给我关的窗有点多，我想说。上帝公平的，真的很公平，公平的不行。我有时候经常看到好多那种优秀的，唱的又好听，我说我真的好想过他的人生，都下辈子请长成那个样子，而且还那么优秀，我这辈子太苦了。而且经常晚上就是，以前有段时间经常晚上就想，以后真的要是再那个我都不想活了，就现在就感觉自我怀疑到晚上就是睡不着觉。哦，刘诗琪，我之前这样跟他 P 呀、啊，怎么哭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，但是跟很多人已经很幸运了，就是有时候可能一到夜晚就多愁善感吧。李甜甜开播了，一会儿连单，一会儿连我天姐，但是就是没有点票，怎么敢去找他 PK 啊？分离手中，烦恼太多了。就是我这辈子不会太累了，活的。如果我勤加点糖，所以我很爱吃甜食，什么都想要，我真贪心。哎，确实也是，就是人的不满足都是因为贪心来的。有时候我挺满足的时候，就感觉自己好幸福，知足真的是让我幸福。经常感觉内耗的时候，我都去想想我现在拥有了什么。哎，这还是很幸福的。我是四川的，我是成都人。有时候满足了会感觉人生无趣，对，所以要给自己定个目标。但是目标完不成的时候，我就会自我怀疑，就哎呀，就会焦虑嘛。人就是矛盾，你不矛盾你就不是人。他的思想就是总在变化，有时候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有那个神经分裂。对，就是你要看到自己拥有的吧，还是得多去思考，多去反复的看自己失去什么，得到什么。有失去就有得到，真的有失有得。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。我不向往婚姻，不要再问这个事情。好想体验一下这种无趣。因为有时候吧，我都在想，其实。人真的很幸福的是，就是我特别是睡懒觉的时候，有时候能好好的睡一个觉，就真的很幸福。你先开个车，你去吧，文姐。去打 PK 打不过，我从未得到，一直在失去。嗯，但是你的人生可能是很精彩的一生，你到老的时候，然后回忆自己这颠簸流离的一生，就会觉得还真蛮精彩的。有些时候吃过的苦都会变成。等到老的那一刻，都会变成一个很美的篇章吧，应该。你不要分音。哎，天哪，好热！家人们，点点赞，谢谢。位移动选，我有时候最想哭的就是逝去的，那个逝去的青春肯定会让我痛哭。如果我看到，我之前在说。
如果我看到那个海贼王什么的，就是，海贼王如果是那个大结局，我肯定会痛苦，就感觉它承载了我整个青春。上学，小学的时候在看，看到现在，我97年的，还没有30岁，木有。是不是感觉我说话感觉好像经历了好几十年的那种感慨？海贼王完结，我都不知道我完了之后他完了没有，他真的太能写了，快19岁了，那可不嘛，人家都是18岁的成人的女生了都，不知道我嘎的那天能不能看到他的那个结局啊？和柯南一起，那柯南真的太能写了，他到现在都是小学生，我都没有看完。我现在追着海贼王，我其他我真追不下去。还有一人之下，我说今天要看的忘了。谢灯牌，说话像30岁，他们不是都说我看上去年纪大吗？人家心智成熟。火影结束了，火影结束的那天，其实我还是有点感触，有点流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是个很看到这种很振奋或者是很感动的东西，我都很容易哭。就是看到那个结婚了之后，哎，就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流泪了。《博人传》我不看，我到现在就是看的都是那个解说。谢谢关注。我特别是那段时间生病的时候，晚上睡不好觉。然后那会儿你就会感慨，就是哎，能睡个好觉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所以现在就感觉，哎，就是人的身体健康其实才是最幸福的事情。看一下我天姐，呜呜也在，天哪！你天天没有看到他呢？有时候是，就是我就是。追的过程中，虽然很想看到结局，但一到结局那一刻你就会感觉啊，还真是没有什么目标了，就跟人生一样。就问一下乌尼，时尚他怎么在时尚区？他在时尚的，他跟时尚有什么关系啊？有时候结束了反而会怀念，是这样子的。今天还是有点鼻塞。大家把赞点点吧，谢谢。现在一天不看你浑身难受，就这么假。大家点点赞吧，Thank you。最近可以喝生姜水，那个是什么？管什么用的啊？但是我也不寒呀。谢谢关注，谢谢点亮。点累了，谢谢。生姜生发的，我之前有试过，就反正头贼辣，但是没有发现有那个是谁。Hello，你好。Hello，主播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玩一局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看到了吗？可以。我说我们简单玩一局嘛。好，玩什么呢？盲盒吧，我们到时候结尾说。好，行。那闭麦了。对面好像是跳舞主播，结尾扫雷，我听不懂什么是盲盒呀。我好久没有玩两人 PK 了，大家就是说，众筹一下吧，谢谢。这叫飞天茅台。
看不见的盒子，我要你说，我要你说这个，我需要你这个解释吗？直播里面的专业术语好多，现在嘴巴太油。我们家有没有破百的呀，家人们？扫雷一句两句说不清。我知道扫雷什么意思，就是你说个数字，然后一直去猜，是不是？猜到了你就那个什么就输了。谢反派，我好像没有输。猜星座，嗯。吴克群是无忧的，我都不知道无忧欠了哪些人，我又不是他们核心的那个管理。谢谢灯牌，刚刚说李天天播了，真的播还是假的播？我看一下，等个奇迹吧，咱们就是懒一下。木有看见，现在两哦两万七了，可以可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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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。播了一天去调设备去了啊，我今天没有看到他在播啊。我们还有两分钟，就是说有没有有没有众筹一下的，谢谢小灯灯牌。无忧一姐不是心理师一姐，谢谢谢混蛋，谢谢柴，谢谢哎呦哦 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，破费了家人们，破费了，谢谢，挺宠你们宝子的，真的不得不说一下。就是跟陌生人 PK， 咱们就是面才是拿下来的。嗯，可以可以，咱们把那个有条件的，把那个小小礼物送小礼物的时候，咱们把那个叫什么啊，展馆点一点吧，谢谢。嗯，守塔还有一分钟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加油家人们，我就负责躺赢，战斗力交给你们了。谢灯牌，哎，我听到这个歌我就想跳舞，我之前有学过跳舞的，家人们等我去好好学一下跳舞，我到时候给你们展示一下。还有40秒，咱们差的不多，有没有路过的可以就是偷一下，有没有路过的可以偷一下。还有30秒，以后能学托马斯回旋吗？我就给你学个那个，就是那个还有什么舞啊，给你学个那个机械舞，波平还是什么。我们还有10秒钟，有没有偷的塔的啊？李天天开了吗？一会儿去连他，就止步于此、哦、差一点点，可惜了。谢谢 AU， 谢谢反派，谢谢 XM， 谢谢混蛋，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、谢谢我们哈哈，谢谢田中手，谢谢我们所有上票的家人们，大家辛苦啦、嗯、对，我们没有舞蹈表演，我们是舞剧表演，其他时候还没有。 Hello 你好主播，你好你好嗯，这样吧，你就做10个蹲起好了。嗯，我们好，好的。嗨、嗯、AJ 哥，真棒！嘿，谢谢 Hi Moon， 你来啦！今天我是在学校第一天啊，在学校第一天，所以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直播场地跟直播时间，所以说咱们先凑合一下。嗯，谢谢。嗯，那我们互关一下吧，主播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玩。嗯，好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撤啦。嗯，拜拜。哎，他又开了，现在呢？
没事，照一个照片就好。我谢谢你啊，虽然我很爱运动，也可以。你要说了，我觉得我都做蹲起吧。我之前有次做的那个蹲起，给我做哭了都，太多个了，一点都他们一点都不那个。一个男的我记得，把我做蹲起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太狠了。啊，前期停了，你不用，你负责就是张罗就行。那也没几百克，我记不住了，反正我当时就挺委屈受气的，真的就气哭掉，忘了，真的不是做深蹲的事情，好像啥事儿啊？哎，我这个人太不记仇了，忘了。理他干嘛？我可不是那种玩不起的，我跟你说。但是我们四个人 PK。几百个国，也没有几百个，谁说几百个啊？我记不住多少个了，反正好多呢。然后就气的，我就做完，当时赌气就直接退了，然后一个人在旁边哭，也挺搞笑的。脖子过敏。我以为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。30多个以上都多了呀，比以前差好多。我现在皮肤应该比以前好，但是最近感冒又给我冒了几颗痘痘出来。我吃的梨子，给大家来个吃播。你们有听过那个就是助眠的那个吗？我喜欢吃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泡菜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。对，这是梨子。明天播的话，我给大家设置一下。那个怎么你们的身份都被隐藏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的韩姐直播，欢迎大家！Hello. 你今天怎么这么成熟打扮的？哎呀，今天卷了个头发。你很像那个就是主持人。我靠，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好像像35、35。跟你头发没关系，主要是你这个衣服很像那个主持人。行吧，因为我今天去染头发了，然后他给我卷了一头发。也行，尝试一下新的。好吧。可能你直发我看的比较习惯。我也觉得是，这个卷头发又给我卷的有点迷醉。你自己会卷吗？当然不会了。你的衣服太正式了，主要是。好吧。来吧，咱们来点啥？咱俩来。咱俩来吗？咱俩嘛就，再找一个也可以，再找一个吧。你我们找四人。你拉一个。我朋友，太多了，全是我朋友。开玩笑，我没朋友。那你拉吗？我拉不到我。我看看，你有分吗？我没啥分。我有时候可能就是看运气吧，这谁知道呢？我本场音浪9，我咱们的本场音浪是就是可能没有人接，是不是？就不想打。
看我马姐有没有分啊。马姐能借我麦吗？哎，反正我没有人了，烦的。羽西，羽西，羽西，这主要看运气，管他呢。羽西，羽西，第三。哎，太好了！Hello，拒绝我。哎，你今天用你手机播哎？哎，没声音了，突然一下没声音。哎，我怎么听不到声音呢？现在可以了，有吗？有声音吗？我再拉他一下。不是，但是他不能，他不能，他能自己退。他我为什么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呀、啊？嗯，哎，你们去跟他说，让他自己先撤一下。你能听得到？我再拉一下。那我是用得用另一个手机听是吗？是手机直播就这样吗？我听不到呀。有声音。我反正能听到他们说话。哎，我这头发，今天该洗了。怎么说能听到吗？要不然咱俩重新再拉他一下吧。我再拉你啊。嗯，咱俩先撤。啊，我用另一个手机听。重新拉拉。我总感觉我的光跟别人就是不一样，我的光感觉就是又爆，感觉脸显得又大，然后又有反光，一点都不柔，是为什么？又糊，怎么这么糟糕呢？很自然。哎，嗨，怎么样？拉不到你刚才。你关注的太多了。那再拉个谁呢？关注太多了。没有，我哪有朋友啊？你走了，谁是我朋友啊？哟，哎，都是我假姐妹呀、啊，哎，没意思。怎么说了？有声音了吗？哎呀，为什么我听不到啊？那走吧，咱跟他没缘分。没事，我用另一个手机听吧。我去了，好吧。素颜线。行，那再找个朋友吧，雨熙。好吧，那改天玩吧，改天玩吧。别我到时候调整一下，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，听不到。那改天玩吧，哈哈。那不，没事。好。手机音量。好。是吗？音量。开了吗？好了吗？有声吗？嗯，我听不到。那我撤了，我撤了。拜拜。请问我怎么退呀，亲爱的？PK， 我也没法教他呀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点那个 PK， 然后有一个叉。点那个 PK， 然后右上角有圆圈。是吗？对，就这个右上角圆圈。啊，好好好。嗯，好。